度。哎呦哎呦，哇，很到位。观众朋友啊，这团呢是来自于外国乡台中，他们是 from 台中 city， 绝对不会落亏的一团。他们呢也很厉害，他们是台中第一的儿童舞蹈教室。哎，今天真的台湾各地的第一名的儿童舞蹈都来。哎，你们说你们去参加什么比赛，或者去参加颁奖典礼表演？他们是参加公庙的比赛，直接拿第一的。连神明都好喜欢的小坏蛋 Baddies 一起带来魔法学院。Bring it right back to the ends and I'm back on the transplant. Sold out shows, I'm back for revenge. They don't really wanna get it when I tap into the vision. When I'm back on the raps on tracks like I am not one of you, they never heard of me. Path is not written, so do not refer to me. They gon' be feeling this for an eternity. Money, ridiculous, second absurdities. And now I'm back for revenge. I'm leaving you on the bench. And I don't get no sleep. Go and tell the reaper rips. Never rest, ego death. Hurt the competition, not impressed. I'm obsessed, yeah, I'm pressed. The people really think they'll be up next. Look at your life, you ain't all about it. All you do is make raps, just talk about it. Face facts, I'ma do my own thing, chillin' in my own lane, so you're not a threat. Like worldwide, Manhattan all the way to Yonkers. When I say Brooklyn, stand up. You better just fix your posture. And every hero needs this theme song. So who in here trying? You ain't got a chance, boy. What you think? I'm doing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I try to be feeling in the neighborhood. I know all the little grannies wanna sip their tea. And here you come all barging in, all ugly like a brown fur cardigan. You can skip that monologue and arguing. I'm like, who in here trying to start?好想站在这天拍个照。对 ，Baddies， 好，可以的，可以的，来来来，来我们的 Baddies， 哇，大家好，我叫 Chanel， 不是 Channel， 对。大家好，我叫张雨薇，今年八岁。雨薇，雨薇。大家好，我叫何子婷，今年八岁。八岁。大家好，我叫陈怡杰，我今年九岁。九岁。大家好，我叫施丽莹，今年九岁。九岁。OK。嗯，我叫吴宗宪，今天很想睡。你有吃天之骄子？大家好，我叫小土，
今年八岁。你的，你有艺名叫小土啊？我还有艺名小土。大家好，我叫潘以凡，今年九岁。哦，以凡，点点老师你怎么看哦？这一组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感染力非常的强，换装我觉得很欣赏，对，零缺点，对，而且他们运用那个披风运用的很好，因为有些道具反而会让表演扣分，但他们那个披风的运用完全不会顺哦，对，干扰他们的表演，反而是加分的。而且我这一组对不对？我很想要加入他们，因为他们的表情是，对对对，哇，表情态度最重要，对，而且就算他们转到转过来，看到我跟谦哥也是这样，对，而且他们这种感觉还是很讨喜。吓到了，也不会太多，就刚刚好。他们的表演能力很厉害，因为一般小朋友跳舞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开心快乐或他耍帅，可是他们有角色，就是你们是中邪吗？还是有人设？我想要了解。如果你看觉得他们有中邪的感觉，就是厉害了，真的，就是他表演很到位，对，让你觉得中邪。中间最小的那个妹妹，他们有一段就是要吐舌头，你看她现在站这边很可爱，可要吐舌头之后就真的是很疯，哎，我好喜欢。你可以再给我们一次刚刚那个表情，那个夸张，可以多疯，哎呦。哇，很到位！而且他们整团都很会翻白眼，对，你们是有练习吗？翻白眼有哦，那还是你们可以一二三一起翻白眼，好，试试看啊，一二三翻，好厉害啊！来来来，阿妹老师，要讲一个他比刚刚那两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就算站在后面被遮住了哦。表情还在，对，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那么能够专心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刚刚不会影响你们的分数了。刚刚是不是有个人忘记去抬人了，对不对？然后还拿披风过去，哦，过了是不是？哦，等一下回来再。哎呦，这个我可是很厉害，是他马上就接下去了，我们看不出来。对呀。然后我是刚好是俩包，然后说只有看到了，只有你这种坏眼睛，坏眼睛讲出来，讲出来会影响到我们心里面的分数，怎么办？对呀，真的是，觉得很加分，因为临场反应非常好，接回来都没有滑，很厉害。你们刚刚那个错误反而是因为就是你们把它接过去了，这才是加分的地方。因为有些人错会觉得怎么办？老师竟然会骂我，可是没有了，会吐舌头或什么，这反而是更好的地方。OK， 没错没错，反而加分，来加分一下好不好？好，谁要加分？郑凯跟以凡，然后就你们两个，哦，你们两个表演什么 ？Breaking， 哇，这么厉害！打下去。